然不是啊。OK， 中塔没办法，没有那个上次钥匙应该是开错边，所以导致只能走中塔。收割的时间到了。哎啊，中塔是打 BOSS 哦。哎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我记得中塔不是打 BOSS 啊。哎，那不是打 BOSS， 那为什么我？那为什么没有？哦靠！新东西哦！哦痛！这是新东西吧？怎么上次走中塔没有遇到这个东西啊？靠腰，我骑车哦。哦，吓到我！我靠！该死的东西，毒蘑菇！靠，刚刚忘记按翻滚，我操，直接硬吃一串呢！哎，这不能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招架，哦痛！哎、欸、，shit！ 你要习惯按盾牌，我去。有这样子？不对吧？盾哦，盾也不是完全无敌，它也只是消减部分伤害值。这边呢？好，来来来，这比较麻烦。中塔这一段很多分歧路线，我去。哎、欸、靠！会分裂。啊，是哎、欸，就这样不见了。他那个都出来一次而已、欸。哎、欸，他那个，哦，是，我去他，那到底是什么啊？真的，捕食者设计图，这什么的设计图？细胞变异吗？出来，大家打起来！不是的，使用传送。这是新的，我去。他踩死你！哎呀呀呀呀，没踩到！我去！哦，差一趴，可是这个比较好。我这，
哎呀呀呀！这个先处理掉好了。我去！哎，那是真的很机车。按错，我去，这个上次就有了，记得，哦。哎呀，这蘑菇好烦呐！哎，按错！哎呀，怎么今天一直按错盾牌？那我今天一直按错盾牌这件事，哎，然后是活活被打了。商人，天哪，七等双刀，好想买。又来，来不及！我这按错！下面是刺，没有必要。碾碎机，新的那个吧，装备，也就是那只附带特别装备。夹着打哦！哎呀，这靠运气的！哎，没挡到。啊，飞刀！好了，该是把盾牌换掉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没了。哎呀，这也没了。
这里，这边有扇门要记得。不正。哎、欸，糟糕，来不及。哎、欸，我操！攻击这么多段，哎、欸，靠呀！我去他！先踩一下，先撑开，隐形到。我靠呀！我来了。这个好哦，应该比我现在的好吧？攻击你的敌人中毒，哦，需要更多的法，它减一多五趴的免伤很重要。哎，这会敲响哎，为什么不记得我上次有把它敲响过？我靠，又隐形！哎，刚刚搞走哎，那个一点点而已。紫色的，我的装都紫色的哎、欸，但单一选属性就很单一，选紫色就好。开门，没人。啊，这个会不会是要有第一个王细胞才有啊？你说这个游戏它好像可以打很多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声音好大哦，我把我这边声音关小声一点。哎、欸，宋头。嘿、hey, ，送走八月，打了快一小时一班，尾拜啊！哎、hey, ，那个是哪卷轴？残酷，谢谢啊！哎，残酷是红的、欸，我比较需要战略家是真的，我没差了，都有用的好。哎、hey, ，对啊，那剩这条路可以走哎、欸。上来开台打咯，我想过一下死亡细胞啊，昨天这一拜我没玩死亡细胞啊。哎、欸、靠，我的卷轴，我的卷轴，没有，因为是观众选择的，所以，哎，所以不用拿，他就直接，不用捡，他就直接给出去。哎，对吧、啊？这个应该是后面才有。晚一点吧，晚一点再打咯。这个大概只开一个小时啊，这游戏我新神我也只有办法打一个小时而已，太久不行。生存术，我去，我去 ，shit！ 我去。扯一点啊，隔岸那边丢屁啊！我靠！
被刚刚那个卷轴吓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！这样没东西哦。诶，在哪里？我靠，要差点吃到。我是不是该喝水啊？天哪！被抽到，加速加速！这只水晶真的是旗舰机车哎、欸，他不知道好像要后来又反应过来，那东西是无敌。五秒不攻击后可隐身，隐身的首次攻击造成150。哎、欸，这感觉不错哎！等一下，可是我是点燃地面，而且有紫色哎，测试一下好了。好像不错哎，算了，点燃地面好像还好。诅咒香香，我不要开，太危险了。不开诅咒香香。效果啊！我现在不能，哦，我痛！啊！夹住！啊靠呀！我都忘记了，这是细胞。哦，哎。这样就没了，哎、欸，哦，通过，所以我要传送。嗯，好、哦。我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天哪！他不会叫我这种时候打王吧？嗯、欸，信封，塔的守护者，45名。30名，可是为什么都是第一天呢、啊？啊？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死亡细胞背后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人看懂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样的点啊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在这边啊。这边有一条向左的，我没注意到、啊，向右的我没注意到、啊，这个好了，这往下跳应该比较快。哦，就是刺客，啊靠腰，这条，这边往左，往右，没注意到这个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往上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可以往上。我这又是炸弹魔，
等一下，炸弹魔在这里，气死了！最讨厌这个东东。呜呼 ！No！ 我这。没躲成功，加速！丢死你！丢死你！丢死你！呀！来，来个战略家，各位 ！TACT 打下去，也要门。炸弹取回，效果其实不错，可是我更喜欢夹子，啊，我觉得夹子更好用。目前，我这怎么一直按错？现在是左右而选边呢。没关系，哎，那选另一边好像是比较短的路，哎，对，真的很短，只有这样等效哎。哇，武器，均衡之刃。红的红通通，反复攻击后会增加博尔潘敌视用物，现在是能连线是不是啊？真的这东西。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按错！祭司塔的钥匙。哇！所以我只有一边可以选，要么是选这个，要么是选这个。我选这一个。中塔钥匙，靠，还不能，这应该是某些门，我现在不能开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好了，不能开就不能开。阿六，夏眠啪啪，哎，夏眠啪啪是谁啊？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，宝宝。啊 ，Hello， 都红的。阿六晚点啊，等你该先打萝卜，打完这个，我靠，这个好难。
哎呦，免税机五十折，近距离攻击会变得透明，感觉不错。速度增益，速度增益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激发，哎，肯定要找一找资料。这个对我好像蛮有用的，五十哦。北斗十宫，你已经死了，这真没啥用，天哪！刺激，专家的展厅，特殊商品会解锁，再解锁六件，陷阱。哦，感觉是新东西，没办呢。五十一，我是要点这个还是？我感觉我是要先点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赶快把，赶快把血多弄几次，长压攻击中。哎，对哦，有 BOSS 的武器，他是小兵啊，你们世界。没有，我上次问他是谁，他不说啊，不是心结哦，他自己不讲的、哦，他就说他路人哦，哇，他刀，原来是小兵啊，我现在是，哦、我现在是背刺匕首，换掉好了啦，用用看 BOSS 的武器、啊，说不定很强啊，五十。增加帮这个，我后悔了，好慢哦、喔。哎，其实还好，嗯，说实在一般般啊。不过伤害比我这个高很多啊。我受到敌人攻击啊，所以我攻击不会被打断的意思哦。哎呀，这倒不错，这属性倒不错。垃圾。嗯，差不多了，打个上去吧。受到冰冻的伤害。我不要啊！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强武不要那个什么受到冰冻伤害，那对我也不重要。打架哦，这要不要打、啊？骨兽甲我想要换掉，下一个甲再把它换掉吧。都是火焰哎、欸，想办法让点火算了。变异性，算了，变异性我觉得现在这个还蛮好用的，还行。打王啊！我记得这是打王。来 ，BOSS， 冲锋者的收割时间。啊，时光守护者。呜痛！这叫超没品。哎靠！拉到了！哎靠！骗我！又拉到，哎呦！哎呀，怎么一直被他拉到？哎，我今天是怎么啦？嘿嘿嘿，那我今天是怎样啊？一直被拉到呢。来喽，开大喽！我们 baby 开大喽！
哎，我去！回去小子，哎，你看我外乡人战术啊，专靠陷阱踩死你啊！哎呀，呜，怕，好多，还有吗？没有吧？对嘛，吓死我了。我说这我这又不是打两轮而已，下，耶、yeah ！哎呦，箭塔哎，这比我的还差。这是什么？光束？嗯，极晕盾哦。算了。这不算飞刀没有好用啊！呀，伊比没有啊，这陷阱流啊，靠陷阱打、啊，吃完的陷阱流。来，大家打一下哦，上面的看是要出现更多的鸟呢，还是毒刺哦？招架使敌人中毒是没有用，这感觉还不错啊。这个其实好像要点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我光点后面都来不够了，晚点吧，这个先点。陷阱之门啊，冲刺路径，超能力，现在是多好多新东西，我天哪！还是我之前都没有玩到。变异感觉还不用跳，耶、yeah ，回满了，哇！大家要投票啊，我们要投票，倍儿哎。哦哟，时间到了，还没有玩到这把武器，其实刚打完，完全靠陷阱在玩。到处都是鸟，哦，他把我踹出去。哎，水哦，挖到钱。我去他！我咋！哎！该说他好用还不好用啊？是我不习惯拿重武器的关系啊，这好辛苦哦。不收家，钱不够，刚把花钱花光了。好哦，有钱再回来买。反正我现在赚钱应该很快才对。啊，这个又是要用新的那个用符文才能跳上去。我糟糕！对。传送，等一下，那、啊、这边哦，传送门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也是新，这也要符文，怎么都要符文啊？要怎么都要新符文、啊，还没拿到符文。我操！
哦，多重弩，哎呦，燃烧哎、欸！我需要燃烧效果。需要它的燃烧效果，不过虽然是死后才会燃烧，就是了。啊，这个不能走，我忘记了。对啊，那个不能走，所以刚应该直接传送上来就好。好，我这边。如果我不擅自攻击的话。我现在这么隐形的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错。我靠！这超超，这倒不错、喔，天哪！因为我会隐形啊，我有15秒，五秒还是几秒不攻击，我会隐形。啊、哦，王座厅，好痛哦！比我想的要痛。哎、欸，这样，这卖掉。有下不能吃食物，无限。嗯，不错，在善用那两个情况下，这战法不错。我想看起来我是要生存系的东西的，天啊，不屑，哇，蓝门开始咯，最后一关最麻烦的地方来咯，一堆猛门，我隐形，哈哈哈！我擦！嗯，他比我还厉害，真的。那个斩斩斩比我还恐怖，天哪！哎、欸，痛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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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啊、哦！你看啊，生存系来一本啊，各位。哇，开始了，我开始不断传送了，对了，好，传送吧。哎、欸。为什么传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？好，这样就好。更多的血量，这次之前没看过。这个之前没看过，
白白都被薅一下。困。哦，这样子打王，而且是打这种乐色。打王就上来打你这个乐色，妈的背部有防御的，不能背刺，然后。糟糕，敲不到了。shit！ 哎、欸，我突然现在注意到我下面，我血量上面多一条哎、欸，还是用那个支点本来就有，只是我一直没注意到。你搞那所谓的变异值。这样敲得死哦？那为什么之前敲不死？我去！可是之前敲不死，是因为我根本武器没撞到他，我只有那个冲击波撞到他。哎、欸，啊，黄之门。OK， 好，绿色的出来了，这还不错，你可以蓄力。痛痛，被薅到！我靠！先打，这样子蓄力，敲下去，啊！不行呢、欸，但是蓄力没办法透墙过去，也行。再试一次，瞧，奇怪了，有时候会死，有时候不会死。哇，长枪兵，五、嗯，哎、欸。竟然还醒着、哦，靠！啊，完全陷阱流就是长这样，哎、欸、靠！瞧，蓝门。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武器，哎呦，石火，比我现在的石火、欸，
还要强。那比我现在使我还要强。哎，没有，我现在也不是强，是我属性有加的关系吗？哎，我的生命值，我是不是可以去换甲子了？等一下哦。我好像可以去换夹子，换个夹子来。对流血。换夹子咯。好，没钱了。换完夹子就没钱。超惨。出来下面那个蓝色的门应该还好吧？我去！这是什么发光的石头？浅浅哦。被刷到一下，尴尬。哎，没死。好亮哦。刺杀者。这是不是一定要打啊？那上次这一只也是瞬秒我的那一种哎、欸，啊，打啦！哦，痛痛痛痛痛！耶，作弊战法！懂。懂懂耶、yeah ！啊，陷阱流果然很强大、啊。陷阱流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流派，而且是一个很安全的流派。这就外向人的战，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卑鄙的外向人啊！然后把这些近战打真的太吃力了，
我不会说这不卑鄙啊，但我会说这是游戏机制之一啊。哎、欸，又是一个要用交叉跳台上去的地方吗？还让他可以下来？呜呜，然后这样我现在又隐形有没有？超强大的悲泣人外乡人战法出现，安全至上啊！红色的门，又是长矛。那这样会勾手，怕，很怕被勾手。我这，善用地形道具，哈哈哈。哎、欸，我扑掉，哎，蓄力不够久。刚刚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刚刚是什么？蓄力要到，要一只 boss。哦、shit！ 发光的石头，城堡钥匙，嗯，三把钥匙有这么多吗？我去！哎，还是中了。我去！劈头。地方拿三把钥匙吗？红门，红色门在这边哦。为什么？来，先从这边走走看。呀哈，拿书。
我去！耶，好轻松啊！这真的是外乡人战术啊！我去！毒不再损害你，翻滚落地点燃力量，毒会回血哦。这算好吗？我想想。可是隐身很好用哎、欸，算了。虽然说打 BOSS 的时候隐身没什么用，但是过关的时候隐身真的很好用。绿色的门，我之前走过了。呜、哦，哈，哈，下来呀、OK， 这样差不多了。哎，对啊，这样没了，圣王坐监。那我们看看卑鄙的外乡人战术到底能不能。我们后面还有一间呢、欸。装备，这个不用。这个先。哇，回力镖哎！我 shit。下面的应该是暂时我不能拿的地方。成功时，好了，多重弩应该有比较好用。能拿，没办法跳过去。好啦，打完喽，王座之间，来吧，看我们卑鄙的外乡人战术能不能帮我成功的打赢第一次的王吧。这游戏目前我记得好像出六，好像有五个细胞吧，就是你要。可以打五轮，然后每一轮往就是怪都会变强那样子，非常凶残的游戏。71耶、欸。
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还是先能有更多的血瓶好了。好久、哦。打王了，这个。王没有用啊。那还好，没有办法。烧起来，重置变异。杀死敌人。没关系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我相信。来吧，打王。哎呦，我打了快一个小时多一点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打完吧。打。哎。国王之手。挣脱，哇，没那么好打。What shit？ 靠，应该要拿盾牌的哦。垃圾形态变化，哎。但真的要盾欸，比较好打。欸，欸，哎呀，但那个旗子要破坏掉。哎，我靠，要爆炸！原来东西是这样子用的。
哦，又来。哦。哎，怎么多一次？换血硬换，你没有下一阶段了吧？你应该没有下一阶段了吧？城墙镇祈祷王的代理人，这是什么？大地的冲击，对称长枪。哦，哎，我靠，这比我强好几倍。这是什么？起源细胞，新难度，所以意思是我打完第一轮了吗？哎，我可以不杀死哎，我一定要杀死吗？不用吧。可是我是不是应该？啊，先杀死他看看好了。哎呦，有 CG 哎、欸，没有动画、欸。哎，不会告诉我捅他，然后他暴走觉醒，然后我要再打一轮吧？哎呦，哇，顺便被消灭了。啊？什么？所以不能杀？靠！我好不容易拿到长枪，好啦，至少代表我打完第一轮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欸，其实我蛮意外的，因为我以为我今天不会打完第一轮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我死亡系要原本的开台，就想说我就开一轮，破完就好。我没有想到这一次这么顺哎、欸！你第二次挑战啊？从开台到现在应该是第二次挑战王座吧？还是第一次就过了、欸、？Thomas， 啊，过了，好意外哦！这么快就过了。还以为会卡更久的，说，果然陷阱作弊流是非常厉害的，有卑鄙的外乡人战法。没错，我用外乡人战法赢得了胜利，哈哈哈哈！那么外乡人战法胜利就不算胜利吗？不，他还是胜利啊，所以没问题的，来救谷。哦，果然是卑鄙的边缘。No， 这是懂得运用战略的边缘，好不好？卑鄙什么？它只是战略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还没有足够实力之前，透过这种小伎俩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再打一轮。哎，没有结束哎。
我以为要从头开始欸，所以没用欸。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是我刚刚的那个欸。这个可以离开。啊，这个应该是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啦。哦，这边要五轮，我要打完五轮这个门才会开。哇，这么辛苦。好吧，没了，那就要回去喽。可恶！有没有其他地方啊？隐藏密道之类的啊？那他之前出的那个什么王城那是什么？不是那个巨人那是什么？不行，没办法固定在上面，真没了，没了没了，那我回去吧。持续时间一小时，一个半小时完成这一轮呢、欸。哦，痛！听到那个撞击的声音，折什么啦？至少我打赢了哈。诶、欸，旧的骸骨是哪里？对啊，残留细胞。哦，诶、欸，我现在脱离肉身，哎呦，原本可以嘛，好像不行吧。线的，秘密区域没有，那没东西啊。好哦，所以应该是这个，这里可以使用这个。啊？上不去吗？要不然那个怎么拿啊？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。它也不会往上啊，我想问我们往上喷发。没有 BOSS 的起源价，为什么没有？哦。恶心。有用啊，有人让我管他恶不恶心。客户端挑战者传送人造人，哦，人造人打一次会拿到人造人符文。总共，哦，不是。一次都没有开诅咒宝箱，不想开。太麻烦了。哎呦，这样不错哎。这个，我才打一次王座我就过了，赞赞。
死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。哦，丢失了100多个，天啊！旧下水道，哎、欸，对哦，旧下水道我好像没去。哇，我好多地方没去哦。不是啊，那这个到底怎么？虽然不舒服，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上去啊？不是从这样的吗？算了，之后再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没有开。Hello， 退出游戏。是的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开到这里啦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我到底还是这里没有 boss？ 哎，可是我不是已经开了吗？哎哦，然后我可以激活了，困难，减少水平，减少血瓶恢复池的数量。进入到下一个难度，哦，画面出现超自然震动，反正这个再想办法拿啦。好啦，那感谢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开到这里了。那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我下一次应该就会从这里再开始打，我们还要再挑战一下一颗细胞的情况喽。那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欢迎到 FB 和 Twitch 这边帮我搜寻游戏时光机，可以找到我的频道跟粉丝专页，给我按个赞。那之后应该说每次上完的实况的影片，我都会录剪成 VOD， 做最简单的 VOD， 然后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。所以如果错过过去实况的，也可以到这边来看看 YouTube 上去看。那感谢各位啦，游戏时光机，我们之后再见喽，拜拜。